桃花啊，我问你哦，即阵哦真久，你有睇到新闻无啊？我逐天无睇新闻，即阵是当船顶啊，是船下？船下了。哦，船下变摇了。高了，咱过江了。过江了。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啊？佩芬啊？每天都有看。我跟你讲，我国的稳定的疫情啊措施被延长一个月，直到下个月到下个月11月21日。我跟你讲，原本呢、啊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我以为开开心心可以带我的孙啊，带头灰啊去吃戈壁啦，泡戈壁啦，酒老家，哈哈，结果，呵呵，哎呦阿伯 啊，其实哈、哦、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了啦。你看新闻，每天的病例哈、哦、都还是两三千，应该还不是时候哦，放宽措施对吧？你惊未、啊？我也是淡薄担心嘛。对啊。你会使徛到远未脱脱到白？我爱呼吸淡薄较新鲜的空气，又唱又跳。你不是吵，你是淡薄鱼腥味。啊，卫生部长哈、哦、说，虽然病例呢没有像以前的时候快速翻倍，但是呢病例还是每天两三千起，所以呢得延长一个月，让医生。让护士们可以撑得住，漂亮！最后一句我最喜欢。为了护士，对啊，护士医生真的被他们缓慢一下，可以逃解的亏。我跟你讲，这一个是最重要。我 message 那么多个礼拜，这个 message 我最喜欢这一句，给我们的医生，给我们的护士缓和一下。马来西亚都把人真的安尼伟大对啊，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啊 ，everything still true。有没有保持最多人一组限制 ？Two 社交聚会 ，Two 访客 ，Two people 在外面吃东西 ，Two everything tw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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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鼻腔本就 Two ART test 自己 Two 啊，对的，所以延长呢稳定疫情是有道理的，是以每天的病例来看呢，政府如果放宽哦，公棒就棒。风险真的太高了啦！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呢，感染的速度呢是非常非常快的哈。对啊，没变啊，真的是没变啊。可是这样哦，那些做生意影响不是很大。你看我有几个朋友啦，对不对？他们稳定那个疫情阶段收紧人数顶线，对我们这些餐饮业真吃亏嘞，零售业吃烂嘞，依赖那些顾客的流量的行业。哎、欸，大家本就影响嘞，狂风影响，影响真大。所以那政府呢，有替人，有替人想啦、啊，有跟我们站在同一线。我们政府呢，将延长雇佣补贴计划，为受影响的领域提供25%，25%%的补贴。那这些有领域有哪些呢？餐饮，来做假的啦。给、okay, 零售 ，retail 啊、旅游，还有我们健身房。还有表演艺术团体，隆重的英雄，所以哈、哦，还有符合条件的政府或私人那些厂房的租户啦、啊。厂房谁干？房地产，房地产的产，我话句不好。厂房谁干？对不？巴萨还有那些巴萨熟食中心，将能获得半个月免交。哦，免停半个月，半个月免停。我跟你讲，嘛是有帮忙就当。哦，那给少啦，给少，半个月。你算起来真大嘞，一年六个月咯。一年六个月咯。没有，这个数字蛮大的。真的啦，全新加坡嘞。谢谢政府。还有，像我的朋友，我的这个亲戚朋友，他们做司机的哈、啊，他们的援助基金也会被延长。嘿，真的很狠啊！不幸中的大幸。因为坦白讲啊，这个时期大家难免都会遇到一些困难，当然希望这些补助能帮到他们呐、啊，受影响的国人也减少一些烦恼。不管是我们的业者的也好，司机也好，小贩也好，我们大家加油，互相帮助，一家面对这个很。全世界的挑战，对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，尤其是我们的阿公阿嬷，我们要在这边的温馨的提醒你们哦，年长者患上病毒的风险比较高，所以还是劝请大家尽量减少，是的，出门啊，减少出门哦，然后不要与跟他人接触啦，减少到最低哈，就最好的，多多待在家中，追踪跟观赏我们的线上歌台就是最对的啦，是啦。